今天我们来玩画画跳舞小宝贝。哇，快看，里面有好多卡通人物呀！听说只要把他们画出来，他们就会跳舞哦。我要来画一个佩奇喽。先画佩奇圆圆的脸蛋，哎，还有他的鼻子。再画他的耳朵，哎，圆圆的耳朵。再画他的嘴巴，哎，画上嘴巴。然后画他的身体，哎，漂亮的小裙子。还有他的胳膊和手，还有他的小脚。最后是他的小尾巴。再来给他的衣服涂一个颜色。可是佩奇怎么不会跳舞呢？难道是我画的不好看吗？那我重新画一个吧。这次呀，我一定要画一个会跳舞的佩奇。哎，再画上他的嘴巴，圆圆的耳朵。咦，他动喽。再画他的身体，哎，然后是胳膊，这边的胳膊，佩奇的腿，还有他的小脚，还有他的小尾巴。哇哇，佩奇真的跳舞了耶！快看，哇，他跳得好开心呀！我们来给他换一首音乐，哎，换一个动作。哇，佩奇跳得真好，你们也来试试吧。